谢，收到，下好。我们这位案例张女士是2年多前因为骑机车撞上电线杆，造成她的右小腿开放性骨折。那在这样一个严重骨折，在历经多次的手术治疗之后，她伤口虽然好了，但是由于慢性骨髓炎的关系，她连续吃了1年多的抗生素治疗。那也因为这样子把肠胃都吃坏了，人也消瘦许多，身体非常的虚弱，平常需要靠助行器及轮椅才有办法行走。那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张女士来就诊，我们就为她申请了高压氧的健保给付治疗。在治疗10多次之后，她的伤口愈合以及她的个人的体力方面都有相当明显的进步。那她目前已经可以进展到10多次治疗之后，她已经进展到可以正常的行走，然后生活自理功能也进步许多。骨髓炎是骨折手术以及开放性伤口之后经常造成的一种严重的并发症。那当细菌深入骨髓之后造成破坏，没有及时清除，它就会住在我们的骨髓当中，这样子我们正常的免疫力跟抗生素都没办法深入这个核心去杀死细菌。那如果做了高压氧之后，高压氧能够促进我们一些新的血管生成，把我们的自体的细胞、免疫力细胞以及抗生素带到感染的核心去。那高压氧有能够直接杀菌的效果，也能够加强我们白血球的作用，更能够把加强我们这个抗生素的杀菌作用。因此慢性骨髓炎的病患做高压氧是十分必要而且有效的。我们布利彰化医院在108年12月起成立了高压氧治疗中心，原本只有一台个人的高压氧治疗舱，但是因为需要这样治疗的民众非常的多，因此供不应求。在今年我们又引进了2台高压氧治疗舱，总共有3舱的治疗舱可以服务更多的民众。那像是很多周边常年因为伤口问题来治疗的民众非常的多，那也希望像我们这次报道所提到的因为慢性骨髓炎常年受这样疾病所苦的民众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做了后吼，就打开桥倒来看有法。本来就本来举4脚，到年后都爱举拐啊。即马桥倒来看有法，搁有爬楼梯，搁有力通啊爬。本来无法度人爬，本来吼要爬即脚爬，即爬3粒暗吼都爬袂起哩啊。就后斗就足艰苦的，即摆吼较大咧，会当一支楼梯爬到了安尼。即本来佫补习，伊就安尼啊，足严重个啊，或者足严重个。即，陈医师。陈伯陈医师。对，陈伯陈阿哥。